列兵闯入台湾建设，刘永福，抗日战争的，中华战争，中华战争，名将，邱鸿炬，中甲午战争那个时期，沈葆桢最早，沈葆桢、刘铭传、刘永福、邱鸿炬，吴凤清朝就。时期的更早，高雄街道了，从南往北，一心呐、啊，一心路、二圣路、文武二圣路。山多嘞，一心二圣，一心二圣看到了，山多呢，四维看到了，山多呢。安多路，哦，他有左往右了，哎，他的字是从左往右，一心二圣，三多，四维，五福，五福。四维五湖之间是六十。六福了，有看到七贤路了，啊，六合，有看到六合了，中正路，然后来六往北六合路，然后往北七贤路，往北八德路，八德，然后往北九如路。往北十圈，往北十圈路了。哦，我看那么久，往北边的左营也。高雄火车站，高雄火车站。
火车站北，诶，火车站旁边有建国二路，火车站南边呢、啊，建国二路啊，北边九如路。火车站旁边，南边，建国二路北边九如二路，九如路，九如二路。